这是一支给您的视频，感谢您为我加油助力。我去大远方旅行，我喜欢记录大山林的生活、原生态的风光等。现在呢，我来到的是云南正雄县的大山林，这里有很多天坑，其中最大的天坑叫大锅圈，它的直径近600米，最深处约200米。而最为奇特的是，天坑底下有一个山洞，里面居然住着8户人家、32个人。现在呢，跟随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呈现在眼前的呢，就是这一个山洞了。我们可以看到上面那边有一排房子，这里呢也有一排房子，在底下呢还有一排房子。他们主要是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哎，你好，你是住在这里的吗？哦，我不是，我也是过来那个旅行的。哦，这么巧啊。哦，你感觉这里怎么样啊？哎呦，这里特别原生态，后面有一个大溶洞，啊，特别大。我已经在这里面停留了3天了。哇，3天了。哎。奶奶来了，她是这里的原住民啊，是吧？这奶奶特别慈祥，特别好。哦，这么好啊！她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了。她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你也过来玩啊？对，我也去过来玩看看。哦，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啊！是，大自然太神奇了。对，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行，那你先忙着，我先进去看一下啊。好，谢谢您啊。那也是了。对，哎，我们看到呢。很奇怪啊，你看这里还有一辆自行车，关键是这里车路不通的，这个自行车他们肯定是从上面砍下来的。难道他们这里还种了仙人掌？这里有很多的仙人掌。对，在我们再往里面看，顺着这一个山洞往里面走吧。这里的房子你看，这些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石头房子。这户人家是锁门的，可能没有在家。再看一下这里。有很多的玉米壳，还有玉米的胡须，可能是他们刚刚收成的玉米。这里呢有很多的玉米，这里还没有爆，还没有把它那个去壳。再看一下底下，哇，看一下底下，这里有一排人家，这排人家呢，没看到人，但是呢那边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几头牛，他们养的牛吧。这里呢还有一个篮球架，再往后面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山洞，这个洞顶里面有很多的钟乳石，很壮观呐、啊。哦，太阳呢已经种到，太阳呢已经照到这个洞里面来了。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姑娘，可能正在忙碌的。那里还有一个洗衣机。好，接着往里面走吧。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小拖车、铲车。这里就是这一栋房子，在这里往里面走。他们晾晒的衣服，哇，这里有好多个人呢、啊。在山洞里面往洞口外面看。就看到前面对面有一个悬崖峭壁，上面就是那个，就像一线天一样的。我看没看到这边有人在忙碌着。嘿，你好，你好，啊，你是住在这里的吗？你是住在这里的呀？对。哦，你就是山洞里面的人吗？我不是。你不是啊？那你从哪里来啊？我从东北，东北啊，对，来多久了？来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啊，嗯，反正就一直住在这个山洞里面吗？对，感觉怎么样？很好，很好，哎，喜欢这种感觉，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与世隔绝、世外桃源般的感觉吗？仙洞，仙洞，哇，可以，嗯，你是刚才说住了一个多月了？嗯，住了一个多月，哇，不错不错，怎么会想到这个地方来呢？怎么说呢，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吧，就是，哦，哎，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哦，那可以。那你现在已经是融入到这个山洞里面的生活了吗？嗯，完全融入了哈。对。哦，那不错不错，呵呵，挺好的。我看一下，你就住在后面的房子里面吗？对。哦，可以可以，很好。看一下这个山洞，刚才呢，我就在洞外。觉得特别的闷热，你看太阳都出来了是吧？但是我走到这个山洞里面就感觉特别的冰凉凉爽，对呀、特别凉快啊、这个山洞应该是四季恒温的，对，它是冬暖夏凉，冬暖夏凉，哇，那这样太好了，冬暖夏凉，对，不错不错，呵呵，好，谢谢您。
我们看一下洞口，太棒了，这个地方。在这一个山洞里面探访结束了，现在呢，我要顺着这一个山路往回走。现在要爬这个山路还是有点困难的，特别像我这么胖的人。在这个山洞里面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基本情况。里面呢住着八户人家，32口人，他们立出而作，立乐而息，在天坑底下的这一片田地里面耕种。像他们这样是祭祖祭给的生活，各者与世隔绝桃源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是非常让人羡慕啊。然后呢，还有一位东北大哥千里迢迢来到了这边生活，他只是喜欢这样的生活，与世无争啊。在这个山洞里面呢，有水有电，还有 WiFi。假如是你愿意来到这边过着这样与世隔绝般的世外桃源般的隐居生活吗？